理工里有个花。小皮匠，小皮匠，哎，小皮匠，你也来到京都啦？啊？我不认识你啊，你，哎呀，你别看你换了件衣裳，你就是绫罗绸缎，你还是小皮匠嘛？啊？这，你看，没想到你也来到京都了。这么着吧。既然你来到了京都，啊，我呢这一慌，这个忘了，在余杭，在余杭，哎，你不是有20文铜钱吗？今天你既然来到了京都，我得做个地主之谊呀，我请你小皮匠喝两盅。前面呢酒馆，我跟你讲啊，在回京的路上。我把你们皮匠家的来龙去脉都算出来了，现如今，你那个亲弟弟在惠宁宫已亲王了，哎呦，这事可奇了，切不可人说的，这样吧，咱们边走边聊，行，请，边走边聊，边走边聊，走，走吧。走，奇怪，我们亲王怎么变成小皮匠了？哎呦，我们这是饭馆，不让算命的进去。啊，行，好。小二，来喽，来两斤牛肉，把两猪肚，4个羊蹄子，再来上3斤双勾白酒。外加上一盘麻辣豆腐啊，老板，听他的。好，请客官稍等，来喽。我说啊，他们俩在里面吃着，我们看着，学着点。主子和奴才就是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来，干了，干了，张先生，来。张先生，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呀！那当然了，来，喝。先生，熟知天文地理、八卦周易，上知800年，下知500载之事啊！什么荣华富贵呀、灾难困顿呐、寿元福禄啊，先生一看便知，一算便准。来，吃，多喝一点，来，多吃一点啊，先生，你能不能再说一说，我的一个弟弟，在惠宁宫当怡亲王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小皮匠，过来，过来呀！这可是宫中的一大机密，说出来有杀身之灾呀！来，这个还是在19年前，那就是辛丑年，子月寅日。亥时，惠宁宫宁妃娘娘生下一个女婴。那天晚上是初夏大雪，姨娘啊，也是在那一刻呀，生了一对双胞胎。那就是你小皮匠和你的弟弟。这个时候，突然那楼上的门窗唰的一下就开了，从外面飞入一个人影来。这个时候就有人把公主换了你的弟弟。这公主的襁褓里还藏了一副皇翎，其中还有一颗明珠。这皇翎上留着宁妃娘娘4句诗，这句句都说明了女婴的身份。后来嘛，惠宁宫转念一想，不行啊，
王林漏了蛛丝马迹，于是就杀人灭口。嘿，亏得你命大呀，逃过了这一劫。你爹带着你和你妹妹逃到了江南。嘿嘿嘿，这事还没完呢。哎，别说了。算准了。没错啊，你把我的命算准了。小皮匠，张铁嘴，你把别人的命算准了，怎么就没把你自己的命算一算呢？这告诉你，我就是怡亲王。带走。是。哎呦，怡亲王殿下，你饶命啊！怡亲王，你不能跟小的一般见识呀！你就当我这张嘴啊，是放屁的屁眼儿啊，臭嘴啊，不，臭屁眼儿不就得了吗？怡亲王殿下，您饶命啊！哎呦，真是是。我有善生，我做口出。你哪来的废话？胡什么？啊！本王又没有杀你。不杀。哼，我留着你自有用处，我干嘛要杀你？不过你听清楚了，你可不许跑。你自个儿想想，你是跑了好呢，还是不跑的好啊？算算。还是不跑的好，那就对了。对，不跑，一跑两跑，灾难就到。还是先生聪明。不过你听着，待本王回宫准备一下，明天你亲自带路去余杭，我要看看小皮匠到底长什么模样。是得看看，见见。小刘儿，亲王殿下。今天晚上他要是跑了，找你试问。是。小葫芦，哎，找根绳子把他一起绑了。好。你绑我干嘛呀？这这叫一根绳上捆俩蚂蚱，谁也跑不掉。亲王殿下，小刘儿，跑不了。小刘儿啊，今儿晚上你可以睡觉，但要小心点。是。起驾。亲王殿下，起驾回宫，恭送亲王殿下。老不死的，起来，踹！弟兄们，
们弄错了，我算命的，算命的，找一个抓一个，反正明天我们有头看就是了，弟兄们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好，带走。哎呦，走，冤枉，冤枉，笨你，冤枉，下哎呦，哎呦。怎么回事啊？冤枉啊！启禀大人，逃犯抓到。哎呦，大人呐，错了，抓错了，我是荆州有名的张铁嘴，算命的张铁嘴呀、啊，大人。所以，我们不要相信他的嘴。府尹大人睡前说了，抓到逃犯，不要等到天明了，把他带到法场砍了算了。哎，大人，大人呐。我有当朝第一大机密要禀报府尹大人，这可是关系到江山社稷，三宫六院，这个朝野上下黎民百姓啊，大人，这是千古奇情，历朝无有。你杀了我张铁嘴，那就是烟消云灭，石沉大海，二成就是欺蒙皇上，欺骗天下，其罪大矣呀。嗯，你们耗着，走，让我走。这可真是千古奇情啊！小姐，急见。总管大人，京兆府尹连夜送密件进宫，定有要事相告。啊，是呈送给皇上的？是呈送给总管大人您的。哦。今夜捉到一名算命之人，此人妄言十九年前惠宁宫生下的是一位小公主，后派人抱出宫外，与沈皮匠换得一子入宫，乃当今怡亲王爷。隔日又派人杀人未遂，现沈皮匠逃出京城，公主送出惠宁宫，有宁贵妃娘娘题词皇陵一副宝珠一颗为凭，此事不便禀告皇上特遣史大总管定夺。怪不得小顺子王勇李虎十九年前突然一下子一块失踪了。大人，这事儿可就大了。当然事儿大，要是凤来宫的穷亲王也是换来的，那皇上我还是没生下王子来吗？皇上驾到。这么告诉皇上，奴才明白了。哎呀，大总管啊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歇息啊？啊，还在替朕看奏章，太辛苦你了。是啊是啊，皇上您有江山社稷、王子公主，而奴才呢，什么都没有，命能不苦吗？你跟了朕几十年了，还不明白朕的心思吗？大有大的难处，朕有朕的烦恼啊。你看看这么多奏章，要朕册立太子的事。哎呀，穷亲王呢，敦厚懦弱，是个女儿腔；怡亲王呢，调皮捣蛋，是个顽童腔。你倒说说看，册立哪个王子为太子才不负众望啊？哎，这，皇上，这事儿还是先看看吧。朕年纪老了，愁心呐。皇上，您今日身体不适。还是回去歇息吧。歇息哪儿歇息啊？没儿子的时候想儿子，有了儿子愁心呐。哎呀，天子之事皆乃天意，皇上您何由之有呢？啊哈，好，有你这句话我就宽心了，我去歇息了。啊哈，送皇上。哎，辛苦你了。哎，小凳子，奴才在。打点灯笼，速去惠宁宫。是。大总管，慢点，来，走。
赵总管来找娘娘。啊，这么晚了？史大总管说有要事求见娘娘。快扶我起来。蹲下。是。大总管夜半来到本宫，宁妃娘娘临盆，可是两天以后，太监小顺子和东角门王龙李虎两个侍卫就突然失踪。当时奴才就明白了，宁妃娘娘没有生下王子。大总管，我这个事儿啊，事关欺君大罪呀！我大总管，不但牵扯到娘娘你和崔家百十口人百十条性命，还牵扯到皇上的名声、皇上的性命。皇上老了，这再也经不起打击了。既然如此，请大总管赐教吧。宁妃娘娘只要答应奴才一件事。大总管，什么事啊？告诉崔大人，慧宁宫再也不要去和丰来宫去争那个太子之位了。为了朝廷，为了皇上，也为了你们呐。本宫答应大总管了。宁妃永远铭记大总管的恩德。睡呢？你睡，你睡，你睡，我烦，烦着呢。做亲王还烦呢？我们做奴才的都不烦，烦什么呢？来睡吧，睡一会儿就不烦了。还是我的小美人说的对，睡一会儿就不烦了。亲王殿下。亲王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混账，瞎脸呀你！什么事？哎，小青儿，不得了了！嗯，昨天夜里那是总管石老头来找宁妃娘娘。嗯，今儿一早，宁妃娘娘宣小亲王你的外公娘娘的父亲崔大人在娘娘寝宫议事呢。这关我屁事儿！不是屁事儿，而是什么？
说是小亲王你做我什么？你不是换了亲生吗？是换的。正如你的张铁嘴说的，我是换来的。这可是您说的，小的可没说。不行，我要找明妃娘娘去。哎，你还没换衣服呢。史大总管说了，只要慧宁宫不与凤来宫争夺太子之位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那就等待着让穷亲王凤贵妃柳梦松来收拾我们了。那父亲的意思是争，这太子一定要争，不争则不立，不立即自取灭亡。不不，父亲，为了十九年前的那件事，女儿提心吊胆过了十九年，夜夜噩梦，时时惊悸。有时我真想把这些事情都跟皇上说清楚。女儿愿意一人承担大罪，就算粉身碎骨，也不要牵连父母兄妹，崔家几十口人的性命。儿啊，事已至此，你太天真太善良了。你之所以十九年都提心吊胆不过来了，如今只要再熬一熬，就万事大吉了。不，父亲。史大总管压着密札，不敢呈送皇上，这就说明，谁都不愿意触及皇上心灵上的那个伤疤。他们要否定怡亲王不是皇上的亲儿子，这就触动了皇上不会生儿子的那根神经。朝廷大臣，就是皇亲国戚，谁敢？连史大总管都不敢，满朝的文武百官，谁敢？再说，就凭一个算命先生的流言，能揭穿事实的真相？凤来宫要拿出证据，他们首先要找到小顺子、皮匠夫妇。哼，即使找到他们了，他们也未必敢承认。只是，女儿曾经写过一首生辰诗，还有那一颗皇上赐给臣妾的南海明珠，都在小公主的身上，都在余杭啊。老夫担心的也是那副皇陵和那颗明珠。当时依了你，我的心肠一软，可就出了大事了。哎，要是那副皇陵落入柳梦松之手，哎呀！你既知如今，何必当初呢？老夫悔之悔，当初派人去了，却没有全杀了他们。这个该死的小顺子，成也是他，败也是他。父亲曾经派人杀过他们，难道小顺子也是你派人追杀的？这事儿终究有一天要败露的，父亲，你还是听一回你可怜的女儿可怜的请求吧。啊，你是个女人，这事儿不用你操心的，有为父替你操心，你就不必为此担忧了。父亲，崔大人，父亲，娘娘，父亲，你怎么这般心肠？女儿从小就听父亲讲四书五经、仁义道德。如今怎么都变成这样了？
女儿祈求父亲不要再为怡亲王争立太子了，请父亲答应，答应女儿最后的请求吧，这是保全崔家子孙平安的最后的策略了，父亲你要三思而行，父亲。娘娘放心，为父自有谋略。十九年前没有做完的事情，现在该做完了。啊！你要杀了他们？我放了他们，别人就放不过我们。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找到他们，速速地追回那副皇陵和那颗珠子，那就什么都不用怕了。不，父亲，你不能杀他们。女儿日日夜夜，日日夜夜都在思念自己的女儿，这也是皇上的亲生骨肉。女儿对不起皇上，更对不起自己的女儿。如果你要杀了她，那女儿就成了天南社地南荣的罪人了。父亲，父亲。可是不能不杀呀，娘娘。父亲，我要把他们统统杀掉。驾！瞎眼了，没看见怡亲王殿下，闪开！南下余杭，走！驾！皇上，臣妾听说文武大臣们纷纷上奏皇上册立太子，皇上，不知皇上心中选定了没有？哟，皇上这一招可是好奇呀！爱妃的意思是，以臣妾之见，皇上年富力强，身心康健，两个王儿年纪尚小，册立太子，臣妾以为为时过早。何况册立太子事关江山社稷、兴盛传世之大事，再说正贵有恒，今后两个王儿哪一个修身养性，能够接近皇上的德性，那就选谁当太子吧。好，想不到爱妃如此的宽宏大量啊！哎，朕不生则已，一生就是两个王儿啊，又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所生，不分长幼，只有看他们今后的功德和学问了。皇上所言极是。启禀皇上，昨夜怡亲王到御马五堤，和四个身份不明之人私自出宫，不知去向。啊，那宫里的卫士呢？为什么不拦住他们啊？皇上，臣拦不住啊！快，封锁九门，速速捉拿孽种。皇上，亲王可能出了南门，追不上。孽子啊！皇上，怡亲王向来淘气活泼，只是不懂宫规，不喜文章，就是贪玩了些。你就让他出去玩几天吧。皇上何苦气成这样子呢？已经19岁了，还贪玩还淘气呀！想当年，朕19岁的时候，跟踪先帝出征戈壁，扫平楼兰呐。如今的王儿怎么能跟皇上您比呢？武昌立，臣在。朕命你率领一支轻骑，速速追回孽子，哪怕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给朕追回来。要是追不回来，你也不要回来了。皇上，臣遵旨。
驾！驾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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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！老皮匠，老皮匠呢？我爹进皮子去了。哎，是刘村的刘大叔吧？哎，对对对。这箱子已经做好了，哎，这钉子我再给你钉一钉啊。哎，好的好的。哎，好了，没问题了。嗯，好，检查一下，看看结实不结实。好好好。怎么样，小皮匠，我的马鞍修好了吧？哎呀，好了，早就好了。你看看，怎么样？哎呦，真看不出啊。哎，你原来那张皮啊，已经给雨淋湿了，都脆黄了。哦，我补了半天啊，也不满意，干脆给你换了一张。来，谢谢你。怎么样，还可以吧？好。小皮匠，哎，小皮匠啊，嫂子的皮靴补好了吗？好了。我明天要出远门的。你看，我给你换了个后掌。哎呦，谢谢啊。哎，小皮匠，谢谢。我给你二十块钱。五十，十五。哎呀，小皮匠，嫂子忘了带钱了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都是邻里邻居的，你先拿回去，好吧？哎，有钱你再还给我。没事，没事，多不好意思。哎呀，别客气啊，哎，有事再来啊。哎，小皮匠，我多给你五文钱。哎，我刚才说了，多一文钱我也不要。拿去，拿去，别客气，别客气啊。你真厚道啊。哎呀，应该的。我上城里去，给你捎几个大鱼来。哎呀，兄弟啊，你可千万别客气，我们家就是不缺鱼。哦，我的妹子呀，天天到河里去摸鱼，我们家天天可以尝鲜。哎呀，你妹子，改明儿嫁个打鱼郎吧。谁叫打鱼郎呢？说你呢。我不叫打鱼郎，嫁个小马夫。哎，嫁个小马夫。哎，这真会呀，真会啊。哎，不娶你了。哎，箱子好了。哎，好了好了。哎，这个钱给老皮匠了。哦，已经给了是吧？哎，对对。哎，那你拿去。哎，好好好，那我走了。哎呦，你还有这个呀，给你大孙子拿去。哎呀，你太客气了，这不是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当心啊。哎，有空再来啊。爹呢？哎，小爹啊！啊，爹说了，要教我演皮影戏呢。哦，就演你出啊？白娘子下山，你说好不好？啊，让你演白娘子啊？啊，哎，不错，行。好，我呀，我演白娘子。哎呦呦，你呀，你就演许仙。然后呢，我们两个人呢，游湖相识。然后洞房花烛，你说好不好？哎呀，你看，我们两个是同胞兄妹，
搞什么洞房花烛？哎呀，这是演戏嘛，哥！不行不行不行！这有什么嘛？哎，不行！哎呀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师傅，哎，大叔啊，哎来来来来，坐坐坐！哎呦，这活找的我哟，好几个皮匠铺都说做不了呢，你说？哎呀，什么活呀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里啊什么都做，你看，皮靴、皮帽、皮鼓、皮箱。还有那个丸子，弓囊。哎，你要做什么你就说吧，我哥呀，他什么都会做的。这就太好了，小胡，皮影儿。啊？皮影啊？哎哎，就是那个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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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拿着那个皮影。一个小师傅就是个内行啊。也是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们是演皮影戏的，这不刚从北方过来吗？道上特别不顺。你说这坐小船过江，船翻了，啊，皮影箱全掉进水里了，沉下去了，全掉了，可不是呗，可惜啊。哎，小师傅，要不你看看图？图？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好，你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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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搁这，搁这，来，你看看。哎呦，我这手脏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小师傅，来，没事啊，你翻了。哟，怎么样？壁画的好。哟，这还有呢。哎，刘关张，内行。这是董卓，这是曹操，内行，内行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可能我没画清楚。这是许仙，哦，白娘子。啊，白娘子，这就不搞清了。哦，这个呀，我爹教过我，要用那种白羊皮做，又做的薄薄的，薄薄的。对吧？对呀，一看你们就是从北方那疙瘩搬过来的。这个呀，没问题。哥，你就做吧，给妹子我也做一个白娘子，明天我们就演。对呀。这样吧，我给你试试看。说好了，我要是做不好的话，分文不取。小师傅，既然你敢说话，那我的心里就更有数了。哎，这么着吧，真就是做不好，这山羊皮的钱我出，哎，我出，不行，我出，你看，哎，给大叔倒碗水去啊！小夫人做主啊，大老爷。老爷，有人逛撞。啊，请叫。大老爷冤枉啊！啊，又是你，胡彩香。哎，你干什么嘛你？大老爷，你要替民女做主啊，大老爷。哎呀，你的案子，老爷不是昨日在公堂之上？哎，给你判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吗？啊，你还来什么叫？告什么状啊？老爷，你清正明察，有水平。哎呀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老爷，我是腹内经纶，才高八斗啊，清正明察。哎，不光在余杭县，乃至杭州府。嘿嘿嘿嘿，都小有名气呀、啊。对，老爷，小夫人还有话要说呢。哦，哎，但说无妨，但说无妨。还有什么？老爷，你把昨日判错的那个案子，今天给小夫人再给判回来。老爷，啊、求你了。老爷，春香，谁在告状啊？是一个披麻戴孝的女人，就是昨天击鼓告状的那个女人。老爷，你再给判回来吧。真晦气！老爷，怎么要判回来呢？老爷坐堂审案，怎么能把一桩区区的小案会判错呢？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。老爷，你把小夫人家的一株老杏树判给了隔壁胡大家，我丈夫昨天一夜想不通，接着一早起来吊死在那棵老杏树上了。老爷，我的命好苦啊，他一命呜呼了呀，我成了小寡妇了呀。这个女人这么，我这女人过
这是蛮可怜的，就是多可怜，这不行，那就是娶小寡妇来，哎，这怎么干？哇，这太冤了！别闹了，来给老爷留点面子，回头老爷再给你送一点银子啊。老爷，你要说话算数啊！哎，算数啊！民妇暂且起来啊！老爷审的案子怎么会错呢？啊，有话到公堂上去说啊，公堂上说啊！哎呀，你当街拦轿，这成何体统啊？啊！老爷，起轿！哎，慢着，慢着，慢着。那是谁呀、啊？像是一个四处先生。高大人，您满腹经纶，才高八斗，勤政明察，不但在余杭县，乃至杭州府都是赫赫有名的。哎，这个案子您当街审，让百姓们听个清楚，不更显出大人的高明吗？这，哎，乡亲们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老状元郎。胡喜喜，胡大人呢？不不不不。